不畏寒冷风雨，台上台下大团结，齐喊动算。民进党新北市第十一区立委候选人曾博宇竞总成立，政坛大咖们纷纷到场力挺。来讲新店选区足歹选，曾博宇足勇敢的，足勇敢，拜托，咱一定爱支持曾博宇。曾为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的曾博宇，2016年穿上防弹背心挑战现任立委罗明才，没成功，不放弃，持续深耕10年。今年再度披上防弹背心登记参选，在新店这边深耕。10年过去了，博宇一直积极的在新店参与公共事务。新店需要更好的立委，需要一个立委可以让我们更骄傲、勇敢的说出名字的立委。相信我是最好的选择。带着众多前辈的祝福，曾博宇再战新店区，期盼突破艰困选区，赢下2024，替民进党再添一席战力。三立新闻新北市报道。